攻读大学正式发一零一本第361页，登人感人叫做风，言行方直叫做义。风义是孔门所重视，而曾子便是最能表现是有风义的人。曾子一方面是中庸，所谓庸德之境、庸言之境，有所不足，不敢不勉，有余不敢进，言勿信，信勿言的笃实君子。另一方面，他又是一个志节兼争宏毅，而有当仁不让之豪杰精神的人。曾子曰：“事不可以不宏毅，任重而道远，人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”泰伯：“可以托六尺之孤，可以寄百里之命，临大节而不可夺也。君子人与君子人也。”孟子常记曾子之言。吾常闻大勇于夫子矣，自反而不恕，虽何宽博，吾不采焉；自反而恕，虽千万人，吾往矣。公孙丑上，孟子论浩然之气，先言杨勇，而谓孟施舍之杨勇似曾子。然而孟施舍之守气，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。所谓守约，即反身寻理，以守义理之要也。诸注：人必有所守，而后乃能志节兼争，不可摇动。曾子又说：晋楚之父不可及也，彼以其父，我以其人，彼以其爵，我以无义，吾何欠乎哉？孟子公孙丑下，子夏伤其子而丧其民。曾子吊之曰：吾问之也，朋友丧民者哭之。曾子哭，子夏亦哭，曰：天乎！予之无罪也。曾子怒曰：伤，汝何无罪也？吾与汝是夫子于诸事之间，退而老于西河之上，使西河之民以汝于夫子，尔罪已也。曾注：言其不称师也。子夏不推尊夫子，致使西河之人疑夫子无以异于子夏，而不复之尊圣人，故曾子者之，或谓以通你彼也。谓子夏不尊是而尊己，故西河之人比子夏于夫子也。而丧而亲，使民未有闻焉。谓子夏丧亲，西河之民未闻其有特异之孝行，犹如其因丧子而丧民之内，恶罪恶也。丧而止，丧而民，恶罪三也。哀伤过度，非君子之行。而曰：汝何无罪与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：无过矣，无过矣。吾离群而所居，亦已矣久矣。谈公上，曾子不仅同门亲圣，朋友义重，而他对孔子人格精神的诚信笃敬，又非他人可比。据孟子的记载，孔子死后，子夏子张子有因为有若向孔子，要拿侍奉孔子的方式来侍奉有若，勉强曾子认同。曾子曰：不可，江汉以浊之，丘阳以曝之，浩浩乎不可上矣。孟子滕文公上四曰：于一心，敬畏成就天命。最高的涵养是内敛含藏，也就是悦于心。孔子的不惑，颜子的四物，曾子的善行，子思的折善固执，孟子的不动心，都是儒门守约的功夫，都是克己复礼的成果。每日三省吾身，就是守约的表现。而曾子守约慎独功夫，是终身贯彻的。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守约也。病重之时，赵门人起于守起于主，守约也。临终亦愧，丝毫不苟，守约也。曾子真如中庸所说：既身乎其所不睹，恐其呼其所不闻。他事事反求诸己，时时深自省察，唯恐自己的动静行止，被意失度，损陨月入墨，恐曾瘦瘦在中恕。曾子的一生最得力处在敬畏。吾日三省吾身，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学耳。
师木所事事收说指其掩护大穴。曾子有疾梦进者问之，曾子语言曰：鸟之将使其鸣也哀，人之将使其咽也善。君子所归乎道者三：动容貌思远暴慢矣，正言色思谨信矣，出辞气思远必备矣。边斗之事，边斗皆理气鸣。竹斗曰边，木斗曰斗，则有四寸，太薄。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：起于肘，起于手，起于手，起于足。诗云：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而今而后，吾之免服。小子，吾全受全归，正信立命。父母全而生之，子全而归之，不仅是指形体保全而言，天命全，正气足，素位而行，立愿了愿，当体成真，算得是全受全归了。吾闻之真旨。曾子闻诸夫子曰：天之所生，地之所养，人为大，父母全而生之，子全而归之，可谓孝矣。不亏其体，不入其精，可谓全矣。《礼记·记忆篇·乐正止·春》的话。曾子请疾病，乐正止。曾子请疾病，乐正止·春，坐于床下。曾元、曾生坐于竹。童子偶坐而执竹。童子曰：华而婉，英婉，美好貌。大夫之则与？则应者则。及其子与同于。子春曰：子。曾子闻之，惧然曰：呼呼，因虚虚背之声。曰：华而婉，大夫之则与？曾子曰：然。斯季春之四也，我谓之能易也。愿其易溃。曾元曰：夫子之病，疾矣，隔矣，因疾，疾因疾，疾也为病重，甚为疾也，不可以辨，幸而至于旦，请进矣。子曾子曰：尔之爱我，不如彼。君子之爱人以德，小人之爱人也以姑息。吾何求哉？吾得正而必焉，斯矣。举夫而易之，反其未安而莫谈功上。